想走的被动改了，以前 B 想走的被动不是那个回眸吗？现在改成是附近只要有人爆掉的话，他就会有个那个尸体，四秒之后他会爆炸。这个蛮特别的，不知道这个厉不厉害啦。他就是比如你打死人的话，那个尸体会引爆，就有点像是那个进的那个 W 一样，就是你死掉之后它会爆炸，然后会造成一个额外伤害，伤害看起来很高，可是要四秒后才会爆炸。不知道这个范围大不大，这个范围如果不大的话，我觉得应该蛮烂的，应该比以前的被动比较强。但如果范围够大的话，那搞不好这个限制走位之类的或许会有一些优点。他就让对面扣个魔啊，但是伤害是蛮高的啊，满等的话可以打520，520其实他们超级痛。18等可以到520啊，是痛得很夸张的。但是问题4秒后才可以炸，所以这个好不好用要再观察一下。然后整体都有改了，可能是觉得他本来被动，热了觉得不酷、喔，所以就改了。弱了本来就这样啊，不酷的技能他都会改掉、啊。他觉得这个普攻不耗魔非常的不酷。哦，他被动会追人哦，那感觉蛮猛的。哦，我刚没看到寻找这样子，那感觉是蛮强。哎呀，我忘了买炫彩了，我本来就很好看的了，应该不用买炫彩。现场比较好看，这粉色太恶心了吧？这个还蛮好看的。哦，我觉得它原本的比较好看，我喜欢它原本的。啊，没有买现场的。这个是立山族的新造型，也是这个女巫造型。我觉得最近 Riot 出的新造型里面没有一个是丑的，以前都会觉得他们出了一些很丑的事情，但他最近几次的改版，那个造型越做越精致。不管是上次的 KD 到这次出女巫，加上那个星光睡衣组，都还蛮不错的。都是好看，睡衣只是坑了点呐、啊，但其实也是好看的。睡衣还算好，还算 OK 吧。星光渣男哦，星光渣男，我就再见。No， 我跟立山走吧。我觉得很丑，可能是因为你们之前有买过星光少女组，你们会觉得它又只是个同捆包，然后外表没有差很多，技能特效也没有改，觉得被坑钱。通常你觉得被坑钱的话，你就觉得一个 skin 本来好看，可能会变不好看。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，毕竟这么坑。我觉得 KDA 算是。蛮佛心的、欸、KDA 的造型不是375还270吗？但是他的技能模组特效是改非常非常多的，就那个价钱我觉得可以接受。欸 KDA 是275还是270还是375？都375，但我觉得他有510的价值。我觉得 KDA 四只角色每一只都有510的价值，毕竟他特效改很多，然后又有特殊的舞步，还有专属的 MV 造型，我是觉得510应该都会有人买单。我全买啦，我铁定买啦。 KDA 造型不买不是人，我他妈 MV 都看了300遍了，这个造型我怎么可能不支持？我一定支持佛心公司。哎 ，KDA 服有点想买啦，我是真的有点想买。我想买，她女生好像是无袖的，我想买一件给阿宇。我等等上网看一下 KDA 衣服。没有啦 ，KDA 的衣服不是 cosplay 啦，她是有特别另外去做一套 T 恤，还有一套是无袖的那个 T 恤，然后另外一套是男生，男生的是有袖的，然后女生好像是无袖。但是之前有观众给我丸子，我现在忘记丸子在哪了。三十了，哦，自杀流拆塔，敢拆个75D你也爽。好了，先赢75D不亏，帮我扛扛啊，扛个几下青蛙。谢了，前辈。干，这是视野怪是不是头破血流啊？我快爆开了，剩下没有机会，我丢不掉了。等一下，死！你们看到立山朵的 gank 很稳啊，这三 W 是必死的、啊。影子用掉啊！哦、他不用影子，这么稳的、哦。安安，再见。应该是没办法。帮他推吧，再见了，兄弟。我绝对不是为了干你的兵，才叫他帮你推，也不是顺便要洗你的经验。我只是觉得你推太慢了，需要有人拉你一把，还不快说声谢谢。我觉得可以带服中哦。我觉得这个一个大下去，他铁定是扛不住的。可以哦，带不啦，带不啦。大都不用啊，怎么这样？是我扣大的关系吗？
不要啊，我只想省大绝，兄弟，我不是要这样，你再进来啊，你再进来啊，他妈再来啊，再来啊！对吧？我刚才说看那个杰要死了，我就想要把我的大绝给省，想说他应该没那么容易死去的，结果就爆开了。没关系，我这波再帮他一次好不好？我刚刚害死他，那这波我就再帮他杀一次杰。毕竟这波我有大啦，那个杰肯定是活不下来的。我相信这样的话，卡伦莲娜也会原谅我的，因为这样就不算是我的错了啦。你死定了，杰！可以哦，可以哦，有没有？上波把大留下来，这波不就杀到了吗？安南呐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大哥，我是不是要死啊？真的要死了！这个塔杀是不能塔杀的哦。而且青蛙为了我砍两下就卖我了。干，那个青蛙怎么网黑啊？他妈最好不砍到，都砍一下哦。他说我砍两下就拉掉。可恶！青蛙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？你明明还有血的。来了，掠食者开起来！小鹿别跑，死定了！看起来不需要我，我来处理，漂亮。哎、欸，他回来了，他是玩粉，谢谢大哥，你人真好。这铁定是玩本 ，bang！ 还有两个，没事，我来替你处理。啊！我操，被自己补起来了！再见。哦，再 Q 一下，离山左，青蛙要成神了。可恶，应该直接按大的。我没想过他会直接被治愈，我想到第一套秒完之后要拿大大饭，结果没想到自己补起来之后，竟然可以打我。撑住啊，兄弟！知道吗？一波带走。喵。野怪都是我的，我不抢线上兵，我的好线，你们也不能动啊！哇，迷路了，这快，他真的迷路了，啊，看来是需要我支援。凯隐死定了，你继续追啊！啊，我们来制裁他啊！大绝两秒，安安，哎呦，这次要有用了，炸死啊，凯隐！喂，有有有有，这次有玩到，这次有玩到，这次有用了，这次有用了，这次有，这次有 ，bang bang bang！ 哎呦，这次我被动终于成功炸到一次敌方的英雄了，还不错啊！刚刚炸杰好像有个200多滴的伤害，他可以炸393的法伤。欸、其实蛮痛的，刚才看你的影子是直接把他炸爆了。别跑，杰斯！杰斯，三人死掉了才开始。干掉他，三人！不用。拜。魔豆要迷路了，魔豆要迷路了。欸、这个姐还想跑、啊，你真的以为你跑得掉是不是？对，你跑得掉。哎、欸，你他妈的敢嘲讽我啊！我你干死你 ！Nope。拜拜。
哎呦，嗯，对啦对啦对啦，哎，我发现力量轴是很容易打到自己啊。我这样呛都什么？为什么你力量轴会打到自己？你还不太怪他、欸，真的会打到自己。是我真的会不想打到自己、啊。完了，我说不该乱呛风场，我还笑他，你到底为什么可以打到自己？那、啊、下次拜拜。有一天，那个风狼不是那个打比赛，我叫他们打 G 队还哪一队？有一场很关键，结果风狼力量都我叫他打到自己，我话又呛他，这角色到底要怎么打到自己？你是不会玩，原来是真的蛮容易的啊，姐姐了。